八百唔免，三个人客，身体真新鲜。五百了啊！五百给你啦，五百哦。到底五百？五百了啊，五百块啦。好，一个我再一个。啊，五百块，司机给你五百块。头张大旗的哦，上尾一个五百，上尾一个五百。啊，哎，最后一个客人，如无趁钱啊，这份我嘛爱赔五百块，司机给你五百。哦，阿姐啊，哦。要不然这样啦，有人想吃没买到的吗？最后三只了，我没有算你比较贵，有人要吗？499块，耶，499，有够人想买不？375啦，因为想买三只啊，想买三只啊，阿姐啊，来有买三个也手，有买三个，阿姐啊。我无想要高价这种物件，我甲安尼遮艰苦，真正足无意思的。一个人炸一支食会完吗？50块了啊，50块。笑的你啊，无要紧啊，无要紧啊。这条我，一只破头，大家拢讲条我。一只破头50块。来美女，你要有50哦。啊，嗯，哎，啊这样这样哈，你好，早上大家我们来这边开开心心就好了。帅一点啊，来鳕鱼条哦，哦好哦。哎，阿姐啊，恁来到阮家哦，其实哦，来甲阮看拢无要紧，哦啊，看桌面你有介意，拢点点菜无一定爱买物件啦吼，来阮家就是安尼，哦，就是安尼，哦。有没有觉得泡面布条很熟悉啊？想要买迄个红酒班啊，红酒粿，我想。士官长海鲜拍卖，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在台南。这一样哦，东西我是希望大家一个人带一份回去吃吃看。安定这边，台南果菜市场宜安路二段，良心的推荐。然后礼拜日在新营，新营市场。红酒班啊，我俗称的红酒粿。目前就是三场，之后高雄有新增的话会再跟大家公布。要看你要看直播的话，记得到 YouTube 或脸书搜寻“吃乎肥肥”的户口。哦，啊，不过以前真好吃，我想讲大家看下。红记记的有够水的，哦，这叫那个红酒班啊，这边有写红班鱼，红班鱼，哦，你回去哦就是煮汤，煮什么汤，煮鸡丝汤、米索汤拢会使，哦，重点哦，因为拢把你材料做好势啊，拢无事，拢无事，啊，都没有事的，一个人炸一胎，一个人炸一摊，哦，这箱哦，今日炸偌济，炸两件嘛，哦，我今日炸两件，无要紧，另外一件我留下，来主持的时阵，我来买。哦，啊，这箱哦，这件我是由台恁套炸人客，一个人炸一胎，太感谢了，一个人炸一胎，啊，我靠，你要吃鲑鱼哦，红烧鲑拢赶快，人青菜安尼煮一碗汤，青菜安尼啊，煮一碗汤，加一个肉臊饭，一份卖你偌济，150-200，哦，150-200，哦，鲑鱼红烧鲑哦，较贵啊，你去外口青菜吃拢破百，拢足贵的。啊，但是简单，你了煮鸡丝汤、米索汤有够好吃，一个人炸一份，一个人炸一份。哦，透早我卖甲恁花300-400-500，今日想要吃红烧鲑的200留下200块了，200块。有人想要吃吗？200块。2468来，我招十个人客，我招十个人客。够有人想要吃红烧鲑？哦，规台安尼拢给你哦，安尼差不多挖一斤，卖讲一定有一斤啊，至少挖一斤啊。够有人想要吃200块？太有爱了，真有心。阿仔啊，感谢您。之后我们如果有开心餐，我们都会请他们做个布条。一个人炸偌济，我全部分掉。一个人炸两斤啊，青菜哦，白白啊。哦，阿姐啊，这价寡我加几个啊？啊，都给你吃了，都给你吃，让你吃得开心一点，都给你了。贴心的老师，对，啊，都给你了，都给你了。差点流泪。啊，今天随便卖啊！你们早上愿意在这边，一定要让你们开开心心啊！啊，回去哦，要蒸要炊，其实拢会使。阮的建议是煮汤就好，煮鸡丝汤、米索汤，哦，就有够好吃。哎，你遐几个？谁啊？让谁亲一下？我啦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。人炸两斤啊，规条安尼啊，大家吃好欢喜啊，太我卖咧，拢好咧，拢好咧啦，哦，都给你们了，整台满满的都给你们了，哦，大家吃较济，阿姐啊，安尼有够无？你什么鱼啊？这个红斑鱼，啊，红斑鱼，好吃落去啊！我是真的红石斑，八个人客买着尔，规台装起哦，200落啊，好吃落去啊！200块，200块，200块。阿姐啊，安尼我卖袂完呢，安尼是一件足艰苦的代志啊！来，开起安尼啊，开起安尼啊，开起安尼啦！
我再画一遍，啊，我再画一遍，你啊几个？我三个，你啊三个，你啊几个？你啊三个，上尾我再招一个，200就好，200块，那无人要提钱好啊？好好，来大来，来吃一包，吃一包。我两份。啊，我知，啊，这下你两份的哦。哦，啊，这下你买两份，要得做伙嘛，哦，分开哦。你啊搁欠几个？我欠一个，你啊欠一个哈。然后我给你收钱。哎，什么？哦，花枝球。来，我先拿这個。等下，我先看嘛，我透早我先讲哦，卖一挂较好的物件。阿姐啊，我来卖一挂较好的物件，这先收起来好。哦，阿姐啊，我恁大家来到这哦，来来去托托我，托托。姐姐，我们今天带着土托鱼，你们看一下。哦，今天我们只抢到两件没有了，只抢到两件，我想恁看者。哦，你们早上愿意站在这边了，我觉得我要卖一些好的了。哦，啊，姐姐一样给你们看。哦，这边有写土托片。哦，我们不会拿九九二肥八来给你剪土托哈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你是不是上唔着箱啊？哥哥咧？对啊，我也是。哥哥咧？无，伊这有够细地。来，够有人想要吃土托鱼的？有人要吃土托鱼的吗？伊这大细地才上侪啊。伊这大细地才上侪。来，我先问一下，够有人想要吃土托？伊在上唔着箱啊？我看。好，细地啊，细地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东西拿起来是喊的啦。因为我们今天拿的这箱比较贵，照理来讲它要很漂亮，它应该要同一个 size 啊，那没有关系，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一样拿起来喊。今天够人想要吃土托，土托鱼够人想要吃。很多人想要让我亲的，好不好？土托鱼有人要吃的吗？土托鱼有人要吃的吗？没关系啊，我还会擦唇。听唔到，我就不要你啦，简单啊，集中聊聊的。够人想要吃的土托鱼啊？那大地，哎呀，今日较大地，啊，不过伊这大细地哦，较大只，嘿啊，大细地哦，伊这有大细地。够人想要吃来，来，伊想我，我做一盖化冷箱啊，我做一盖化冷箱啊。够人想要吃土托鱼的，有人要吃哇，这个有挂人的呢，有挂人的，来，够人想要吃土托鱼的，啊，来，一个人炸一地来，大细地我来跟你上下一个啊。够人想要吃土托鱼的，一个人炸两地，500块，500块。这地块你啊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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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地块你啊，啊，随便卖一卖，来这地块你，来这地块你，姐姐，这个都是没有包冰的哦，来，有人想要吃不？有人想要吃吗？500块，500块。啊，你四地啊，拢半地，500块，500块，很多了，500块有人想要吃吗？500块，500块。五个人摕买着，哎，土托鱼吧，夭寿啊！敢有人提钱？没有。安尼是送无够啦，我知，送无够，拢互你啦，哦，来，拢互你啦。一个人炸几地？一个人总共炸五地哦。哎，那有五地、六地，来六地。六地，然后一个人带六片，哦，看看啊，喊一次不要我就收了。总共五个客人买得到六袋给您哦。想要吃土托鱼的，等去收米就来去直接五高盘，五高价，五百块，五百块。啊，500块啊，一杯鸡胎哈，好，来最后两个客人六片给你哦，500块，偷偷一口吧，五人没有，500块，还有人要吗？500块都有了哈，来谢谢，感谢你们，啊，谢谢，没关系啊，拿出来有卖到，你好，伊这有大细的啊，那我较歹卖，大家来收起来，来鱿鱼啊，来哈，鱿鱼啦，所以那边点鳕鱼哈。鱿鱼，来，人家我鳕鱼，那个鳕鱼头刀拿来卖一下，啊，鳕鱼头刀拿来卖一下，哎，你鸡啊，较无大，无大，较袂溜嘞，较细只。我见啊，哎呀，可以多，你要个多顶棍一出头。来，阿姐，来谁点阿根廷大鱿鱼的？啊，阿姐啊，想要吃300块、300块。
这只来两只啦，来三只给你，300块好不好？哎，这只够给你，四只给你啦。哎，这只够给你啦，总共五买哦。在外口夜车行哦，这只100块起跳，300了啊。300块，300块。好姐。300了啊。哎，一买来，两买来，三买来，四买，来五买给你啊，300了啊，300块。还有人要吃阿根廷带鱿鱼吗？大只的，300了啊。哎，一买来，两买来，三买。哦，要收啊，一斤有够粗的呢。还有人要吗？300块，300块，来四只给你。四只你即摆外口菜市场已经买无啊？买一只较粗的啊！啊，你买粗的啊？来来，等来阮兜看者。来啦！啊哈哈！我袂使啦，大家拢要换袂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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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这会使。要求我这哪会得？无无无，无假这啊！我今个镜头我无看到，歹势。哦，来，还有人要吗？哦，够人买无？来一杯，来两杯，来三杯，来四杯，够人买吗？今日即摆阁烧车哦，300了啊，300块。阿根廷大鱿鱼300块，三百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吗？都有，那我收起来了，来谢谢，感谢你们来收那个内箱给我来卖一下。啊，早上那么开心呐、啊，阿姐啊，有人想要吃蒜叶不？够人想要吃蒜叶？啊，你若是有想要吃蒜叶，甲我讲一声，这箱嘛是蒜叶，啊，不过伊较细点。啊、哦，我招几个人，我招六个人去。啊、哦，今仔日这箱我透早简单卖着啊。啊、哦，伊较细块啊，在我们苏山的鳕鱼头刀肉，够人想要吃鳕鱼头刀吧？啊、哦，伊同款嘛是鳕鱼，嘛是同款价格恁难的，够人想要吃？啊、哦，当去用真的用吹，有够香，有够好吃。来，一个人炸一份啊，一个人炸一份。有人想要吃吗？够人想要吃？300了啊，300块，300块。300块，300，几台拢给你哦，几台拢给你哦，啊，这。